者洪瑞晴台南报道。大年初一好日子，总统蔡英文将到台南台湾首庙天坛上香祈福，并发送一元红包福袋，吸引上千民众排队拿总统红包。不过蔡总统预计下午2:50抵达，但是未抵达前，台南市警察联谊会等退警团体已在场外抗议年金修改，警方动员柔性劝阻，并隔开到天坛对面中义路七楼的陈抗区，他们高喊蔡英文下台，引起路人侧目。蔡英文全国拜年啪啪走，台湾首庙天坛是今天台南唯一一站。天公庙原本就有许多信众来拜拜，香火兴旺，有些人一听到总统要来发红包，把握难得机会加入领红包排队行列，庙城更是显得热闹非凡。排队第一位的洪姓民众说，他是小英的粉丝，能领到总统红包好兴奋，可以开心一整年了。